好了啊，我们现在是进来了，然后这个是个多岛图啊，那我们怎么浪啊？啊，为什么一来就要浪啊？啊，反正就是浪啊！啊，正所谓浪得虚名嘛。我先不急着出去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对面的驱逐往什么方向走。啊，也还好，就两。哎妈的，我这狗要干嘛？今天一直闹腾，你给我过来！他好讨厌啊！难道要我跟他耍耍？嗯，好了，摸了一下狗头。哎，怎么你们打字那个板子不见了？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好，我跟前面的哥们走吧。好，现在我看一下啊，我居然还没被点亮，这是个什么鬼嘛？他们家驱逐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哎，也真是神奇啊！看到有，看到有，轻巡吧，那个时候。啊！不要怕，抱紧我。看老夫过去偷人。这个时候因为有我们后方火力的覆盖啊，所以说我们心里头现在并不是太虚啊。但他们这里有个潜艇，那个咱们哥们跑那边去了，所以我在这边要看一看。靠，后面也有船，老子不虚。前面的船有点骚啊。这其实可以啊，把他们压着，他们也出不来。哎，你们打字那个板子怎么又不在？差点被缘分弹击中。那个潜艇齐射了，你们看到没？呵呵，这一看就是新手，这样投弹也有用吗？你是在逗我？驱逐干了他！是不是？反正他们要丢生血炸弹，我不管了。他可能是生前了。这边还有一个。哦，他在这里。哎呀，但是这个。
有点骚，有点骚。好，那边那个他扶着给我们那个驱逐干，那肯定干不过驱逐。深潜是吧？你看啊，等会别人肯定要骑你脸。发现敌机。不要投我。还在吗？啊，还在。炸死他！我打这把子又不在了。好，这个有点不靠谱的，很容易误操作的。在那里。有点骚的呀。哎，我也得透气了，快没氧了。妈的，你就到这了，你觉得你还跑得掉？你还跑得掉？你肯定只有死路一条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要死了！哎呀妈呀！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！啊，差一点！啊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还好我下潜，还好我下潜。还好还好，他往那边丢的鱼雷。我靠，说好的骚一把呢？糟了，这把估计要玩脱了。啊，把那个取消掉。哼，你以为你能搞得到我了？哎呀，但是妈的来了两个，我好怕呀！啊，我觉得要出事了。啊，没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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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妈的！哎，有几天没打了，这血。哎，我就不信了，我就要烧潜艇，我烧死他！啊，走！呀，潜艇的炮很小。我靠，确定往中间钻没问题吗？看起来他们都要钻的样子。比较细长啊，比较细长，没有之前那个那么远，但它等级要低一点。
好，你看他放缘分弹。对面那里也有在放。他们有驱逐去九线那边，那我笑了。看对面有缘分弹吗？啊，似乎是没有。啊，要下钱，要下钱。哎呦我靠！哎，有鱼雷，躲一下。鱼雷来袭，注意回避。这里应该有队友炮火覆盖的，所以我们并不是太怕。只要成功躲开鱼雷，妈的，他这个搞不好他要遭中。鱼雷正朝我们袭来，立刻回避。啊，还好他生前了，也是很识相嘛。啊，他太快了，打不到。他开在那个里面，他是找死吗？你看，果然死了。好，我浮上来吸一口氧。我操，他这里没东西啊！战列在那边，哎，那我笑了。这跟你谈人生、谈理想了。我这要是跟他那个114的话，打他们这些战列舰，一个送他两发就够了。然而这个不一样啊，等级低一点，威力没那么大。呵呵，前面那个驱逐好骚啊！哎呦！吼吼，真你妈的凶！我对面要被围困在这里，搞死一大堆啊！这个要，啊，又要死一个。干嘛？他要过来吗？你妈，我能不能吃到肉啊？啊，那他死了。那你看，果然。看到了，在那里送一发再说。好的，漂亮，我靠，耶，真的在啊，但我觉得速度不慢。
很难办的呀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东西，我还是对付他吧。中啦，中啦，还要中，因为刚刚他减速了。啊，死了！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漂亮！送他们回老家。哪里有鱼了？不要吓我！哎，这个我弄不到他呀！啊，他想尽量骑着我，那我操，天上都会打死你的呀！我干这个好了。哎呀，家里面，我靠，我们这边野外打得凶，家要被偷了。啊，中不了，中不了，他转过去。啊，家里面还好哈，要被救下来，漂亮。哎，还有还有，哎，我先起来吸一吸嘛。我那边也很那啥呀，那我还是去救家吧。哎，我还是忍不住他的诱惑呀！我靠，家里面，哎，反正去了我也救不了。我也来不及。哦，我靠近点，我靠近。啊，我靠，队友的管子厉害，我靠，但是往家里面干呢。甩一把，甩一把，盲甩一把。啊，亮了亮，但是他靠在背面。哎呦我靠，哎呦我靠，我总感觉这一把 hold 不住啊。哈哈哈哈，打断了，打神打断。啊，这里缘分弹你击不中我，漂亮漂亮漂亮，队友们干得漂亮。好了，我们也有人去占他们家了，这样可以。我靠，那至少我得过来点啊。我还不敢下潜，哎呀，这个好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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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他干他干他！啊，好的，打断了，漂亮，妈的，真是惊心动魄呀！想不想求全歼？那个人出不出来？哎，怎么在朝这边开嘛？我靠！那我要转向过来。但我感觉我们那边应该马上要占领胜利了，啊，他又要死了，哎，我又不用对他开了，哎，又有一个，那我又想开了，哎，我靠，好，赢了赢了赢了，100%了，啊，这个救回来真是有点极限的。
哎操，我应该开这个呀，刚怎么开的？啊，再来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的话我看地图也没什么遮蔽物啊，青血现在有点多，看不动了，妈的，以为我掉了。有观众在问坦克世界在哪里直播呀？哦，我一般也就在这直播吧。有问怎么不玩战舰也玩，也玩，也有播呀、啊。我过来帮一下，好像我们的潜艇击中他了，但是我们的潜艇深潜了。好，我先不动了，我在后面先看。哎，他人呢？对面的鱼雷。他敢扶起来，你扶我也扶，反正他们肯定先打你。前面东西很多呀，他在倒车。
好，我也下潜，我也要下潜，因为他也潜了。已经到对面的基地圈了，我靠，前面好多那啥啊，只要沉住气不慌，后面哎呀我靠，后面也没啥东西啊，那我慌的一逼啊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待在这儿就不会有事。你妈各种缘分弹，我那颗会中他吗？差一点，前面那个队友，哎呀他死了。啊！但是他被我们鲈鱼的鱼雷击毁了。鱼雷正朝我们袭来，立刻回避！妈，你这都想弄死我？我怎么觉得我要死了？啊！我操！哎，我现在怎么好像不能开一试四？一开就要死那么。